然后酱油搞里头，然后八角搞里头，有条件的少放点红油，就是猪肥油。然后少放点料酒去腥，然后炸水。这个时候啊，已经在和了鱼啊，和了鱼，给鱼和了水了。你要炖粉条，你就多放点水；你要炖豆腐，这样就行。重点来了，这个切记啊，在底下烂和了，一和了就都给和了碎了。Oh.